来，请你坐下了，你倒队马上开始了。好，请大家坐下，坐好。中华秦康乐会2011年圣诞节2011年新年联欢会现在开始。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会长牟芳姐致欢迎词，大家欢迎。热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联欢会，共同庆祝圣诞节，迎接新年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好运，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社会服务处的行政主任，我们的顾问Nancy 吴，他今天社会服务处有会不能来，他要我代表他向大家问好。我们各个班组都认真排练了一些节目，今天呢供大家欣赏，我谢谢他们。下面就要大家欣赏节目了。这个我们今天大家欢聚在一堂，真的我们要感谢会长、副会长、理事、总干事，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，先买水、搬水、搬椅子，在外边分东西，非常辛苦，我们这里给他一个掌声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二胡合奏，表演者中华秦康乐会二胡班，指导老师是雷富祥，那班长是马振慧，他们为我们表演了五个曲子，第一个是秦桧歌，第二个是普世欢腾，第三个是良宵，第四个是圣诞佳音，最后一个是 American 的 Beautiful。 谢谢，我们先给他一个掌声啊。好棒，我没出现呢，他这个是。
别人让我给他，哎，我也看不见图片了。